回答人江倩，你听着。我听着呢，你说吧。最高人民检察院、特别检察厅将依法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哎，叫孙悟空来，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119条的规定，现在我宣布，责令被告人江青退出法庭，等候宣判，把被告人江青押下去。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。